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要冒险跟他谈条件，你连算的包扎案还有诸多疑点，我明知道宝座上有事的命才对啊！齐一是真的担心你受伤，我也害怕你会问出些什么。可我还没准备好面对真相。我那天被绑架的时候，看到开车的人有六个手指头。您让我查的事情，我查到了，万继生确实活着。出事的那些家族啊，都和我们合作过。 少年侦探社，叶先生，什么？我马上过来。怎么了？叶先生的父亲去世了。去世了？叶先生去世了？哪个叶先生？是那个叶先生，还是那个叶先生？ 到底是哪个叶先生啊？我们去看一下吧。走。小白，哪个叶先生啊？府中有事，不便接待，请回。我们是叶先生委托前来的。我是叶府的管家东齐。 不知三位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们侦探社受了叶先生之托，前来调查。我家老爷死得突然。三位，请。 请稍后，少爷一会儿就到。冒昧问一下，老爷生前喜欢种水仙吗？是少爷回国以后才养的。叶先生，还请节哀。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，尽管告诉我们。童秋白，我见识过您的能耐。 求求你，帮我查明究竟是谁害死我父亲的。你为什么觉得你父亲是被谋杀的？就算我父亲身体不好，可是他每天都会按时吃药，怎么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因病过世？我拜托你了，帮我查明真相。我爸，他不会就这样离开我。 我答应你，如果你父亲真的是被谋杀的，我一定会帮你查明真相。对，我们少年侦探社一定会查明白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先带我们看一下叶老爷的遗体吧，这样我们也能早点查清楚真正的死亡原因。当然，这边请。 敢问三位为何如此惊动老爷遗体？想必您是叶夫人吧？我们少年侦探社受令郎之约，特来调查老爷的死因，还有什么好查的？医生都说了，他是死于中风啊。我父亲天天吃药控制，就算是病死，我也要再三确认。奕晨，我知道老爷的骤逝，你很难过，但你这样让老爷不得安宁。 有失孝道，安宁。整个叶家就你希望父亲安宁。哎，各位不要激动，我们只是来确定叶老爷是不是病死的。如果他是病死的，那也算是走得安宁；如果不是病死的，那我们侦探社可以还他一个清白，怎么说也没有损失，对吧？好啊。
那你们就查吧，希望结果值得你们如此大费周章。那个人是谁啊？怎么感觉好面熟啊？他是我父亲生前的好友曾红汉。这个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朋友，我感觉叶夫人很看重他的意见。叶先生，能否带我们去老爷的卧室看一下？好，对不起。小白，怎么到处都是水仙，连床头柜都是。这个就是叶老爷的药。是，这是父亲的医生从国外买回来的药，我爸每天都会吃。是哪位医生？叫周平生，是位很厉害的医生。周平生，我父亲吃了他的药，说身体好了不少。说叶老爷是中风而亡的，也是他吗？是。昨晚是谁服侍叶老爷睡觉的？昨晚，我父亲醉醺醺的回来，最后服侍他的是管家。红儿，红儿，来，慢点，喝，好。哎呦，哎呀，老爷，不行。哎，家里酒都拿出来。哎呀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老爷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来，喝。慢点，慢点啊！行了，你回去吧，不用管了。哎，水，哎，水，喝，水，喝。老爷，老爷，您的药。这么说来，这个管家的嫌疑非常大。不可能，他是我们家的老管家，绝不可能做这种事情。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，饭也吃不下，觉也睡不着，满脑子的困惑却没有思绪，而且一静下来就会想到父亲，还有跟父亲在一起的时光。但你真得好好休息，给自己整理一下思绪，这样你才能好好的悼念你父亲，而不是带着满腔的愤怒。是啊，你父亲也一定不希望你这样，他会舍不得的。虽然不是第一次办案遇到认识的人，但总觉得这次特别难过。是啊，前两天他们父子俩还有说有笑的，这次就天人永隔了。看着叶先生那难过的样子，我都心酸了。以晨之前说过，他父亲的药都是国外进口的，这上面都是中文，还有新百乐城博爱医院的印章，肯定不简单。博爱医院，我去医院查清楚。那你注意安全。你们在侦探社等我吧。小白，注意安全。
进来。方医生，有位先生找您。好，让他进来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在下侦探社通秋白，想来查一下案子。方医生，您看这个药是你们医院开的吗？这是在哪拿到的？怎么了？这药瓶盒里边装的药是不一样的。您知道是什么药吗？似乎是维生素，但具体啊需要检测才行。麻烦您帮我查一下是谁开的处方。好。开这药的医生叫周平生。他人还在医院里吗？他被开除了。那麻烦您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吧。好。不知道周平生在哪儿了。来，哎，周平生今天来了吗？啊，那儿呢，谢谢。啊，那儿呢，周平生。对，站开！别跑！站开！周平生，给我站住！周平生，这是多场没人追债啊，这速度却是比赛选手。想抓我没门儿。来的正好，这叫做分工合作，有人用脑，有人用腿，事半功倍。谁用脑？谁用腿？你倒是说说看。你怎么找到这儿了？我去侦探社，正好碰到翟星出门，就跟过来。多双腿总是好办事，是吧，南宫少爷？哎，对，我看你还什么话说？走，快点。你给叶老爷开的什么药？啊，叶老爷常用的药是疏通血管的，进口药，那药可贵了。既然是疏通血管的，那周先生也吃一粒吧。我看你的压力挺大的。你们在水里放什么了？这不是放的，是你给叶老爷开的药。这，南宫少爷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叶老爷的瓶子里是维生素，白色的，不是这个，这不对。你早说不就完了吗？你为什么把维生素当作是进口药？哎。
怎么说呢，这叶老爷其实身体没什么毛病，就是活得太惜命了。寻医问药总是让医生给他开药，我也是尊重客人的要求，找来了几个瓶子装上了维生素给叶老爷吃。叶老爷吃了之后觉得身体好多了，一直让我给他看病。我这不是也算做点好事吗？啊，药瓶是谁给你的？就是叶老爷的好朋友曾红海。啊，曾红海，对，他说给叶老爷开几副药，让叶老爷安心，省得叶老爷说自己快没命了，快死了什么的。叶家人请你检查尸体的时候，你有发现腹胀的现象吗？是有。腹胀可不是中风的症状。不就是腹胀吗？这人死之后都有这个现象啊。通常人死后三天才会有胀气，但是叶老爷死亡时间不足24小时。就你这点常识啊，活该被医院开除。当时还有什么发现吗？当时对了，我发现叶老爷浑身是汗，而且衣服都湿透了，还有面部狰狞，像好像是像中毒。是。那你知道有谁可能会下毒吗？不知道。赵平生，要是你知道什么就别给我藏着掖着，要不然我保准你走出侦探社也被藏着掖着。我说听说叶夫人和这个曾红海关系匪浅。对，是。叶雨辰也太可怜了吧，爸爸死了还要看着妈妈跟别的男人在一起。其实这叶先生他不是叶夫人的亲生儿子，这叶夫人是叶老爷再娶的。所以叶夫人和曾先生都有杀人的动机。我们要回去好好查一查。你们怎么来了？难不成是发现了什么线索吗？我们上一次只是做了初步的尸检，这次来我们是想做进一步的检验。哦，好。叶先生，能否让南宫再去一下叶老爷的房间？当然，请。剪子。家人每天都打扫房间吗？对，但出事以后我就没让别人进来过。我想维持着房间原来的样貌，就好像父亲从来没离开过一样。这杯水是出事当晚留下的吗？哦，你们干什么？没事，找个东西。你们是安平帮的人？不长眼啊，有没有问过宋淼淼？南宫少爷，对不住了，这是帮里的规定，您可不要为难小的们啊。给我搜，我看你们谁敢！干什么？
我是赵琦。南宫少爷，适才手下兄弟多有冒犯，还请见谅。不过我们安平帮与叶老板生前可是有交易啊，希望你们能理解。什么交易？我是他儿子，我为什么不知道？没事吧？安平帮硬起来还是很难沟通的，等回头我再去问问苗苗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，不过在丧家面前我劝你们收敛一点。走。嗯嗯。叶先生可知你父亲跟安平帮有什么交易吗？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真的有那我就更不解了。我父亲到底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你别担心，苗苗一定会知道的，属于你的东西啊一定会还的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们才好。我爸去世之后，这个家我是片刻都待不住，还好有你们陪我。别客气，青木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，而且我们侦探社接下来肯定会认真负责到底。依晨，你先节哀，查明真相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你就放心去安排你父亲的后事吧。要是一个人闷的话，欢迎你来侦探社坐坐，我们都可以陪你说说话。那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好，谢谢了。不要妄下结论了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我再想想。叶先生这么早来访是有何事吗？哦，没什么，早上被噩梦惊醒就再也睡不着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走到这里，也许是想得到什么安慰吧。哎，你别误会，跟青木无关，我只是觉得跟你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是我最放松的片刻。我明白，我也曾经经历过。这边请。当年我的父亲母亲接连离世，我也觉得世上没有什么可留恋的，多亏了青木的父亲收养我，他们一直陪在我的身边，不然当时可能我也撑不下去了。还好你没有放弃，要不然这世上可就少了一个神探。我也不是一个人撑过来的，你也一样，你还有我们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青木无论如何都不肯放弃你的原因了。叶先生这么聪明应该之前就知道了吧。我马上就要离开了，因为这座城市有太多令人悲伤的回忆。
不好意思，一早就来打扰你。那我就不打扰你继续办案了。我知道了。这淼淼出城才几天啊，我们南宫少爷就受不了了？哎，是啊，我就说特别不对劲儿。完了完了，出乱子了。什么乱子啊？小莫，你说说你怎么知道你喜欢小白的？你看看，我现在握着你的手，但是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我在握着你的手啊。哎呀，从物理的层面上来讲，我现在握着你的手，但是你没有脸红，也没有心跳加速，没有任何的化学反应，我握着你的手就只是在握着你的手，没有任何的意思。可是换成可是换成淼淼，你可能连他的手都不敢碰吧。啊，你怕他一旦闪开了怎么办？是讨厌你还是害羞？如果他没闪开，是喜欢你还是讨厌你但又怕伤害你，索性就给你握着了？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怎么听上去这么想绕口令啊？你说说这种情绪到底是欣赏喜欢还是爱？你知道我对秋白是喜欢欣赏还是爱吗？那还用说，肯定是爱到骨子里去了。对吧，你看你都不确定我对秋白的感情，我又怎么知道你对淼淼的心意啊？你自己的心啊，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原本以为啊，你最多会说，这最多就只是个欣赏。没想到你又丢回来给我了。那答案不就是什么？啊！小黄，我该怎么办？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啊？你倒是说话，光瞪着我，我看你这样子，饭顿吃了，我怎么办？秋白。你说你父亲是做什么的？药物研究。哎，九年前那会儿，我随着戏班子出海，人家在船上唱戏赚钱，我呢就凑个热闹。就那会儿功夫，遇见一个人，他是个跑路的，船上人谁都不认识谁，可他却到处炫耀，说他刚刚得了一大笔钱，还说他杀了一个科学家，是个天才医生。哎呀，他那个表情好像杀了这么重要的人物他都光彩似的。大家不信，他就拿出一块牌子，说是那个医生的奖牌，现在归他了。老先生可还记得那奖牌长什么样子吗？他逢人便炫耀，还大声念到这牌上的字儿，好像那个医生姓童，叫童什么来着？是福星医院还是光复医院呢？哎呀，我记不清了。新百乐城阳光康复中心，童立春。好像是。后来下船的时候，
发现他死在房间里头了，身上的钱财也都没了，应该是他炫耀的太厉害了，有人对他起了歹心吧。那你还记得他姓什么吗？姓什么这个倒没听他说起过，不过一个杀了人的人怎么会到处嚷嚷他叫什么名字呢？谢谢您了啊，走吧秋白。多谢。二位先生慢走啊。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是怎么找到那个老先生的？我自有我的消息来源，既然你还没有放弃你父亲当年的案子，我有消息自然也会告诉你。罗兰，打住，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们之间不需要说这些。真是难为你了，一直让你这么操心。我难得有这么交心的朋友，又是有名的侦探，我当然得帮帮忙，跟着沾沾光了。这样看来，当年我父亲真的是被谋杀的。可这凶手为什么要杀我父亲？凶手现在已经死了，我又该如何查下去？别担心，总还会有线索的。这一次我们不就找到这个老先生了吗？说到线索，有一件事我一直都没跟你说。青木说，爆炸案时绑架他的是一个有六根手指头的人，我们找到他，或许就找到拼图了。